清末乙未年间，在关东大地上，一群中国豪客之士演出了一幕悲壮的历史剧。只有我妹妹这最后一个亲人了，我不能再失去她。如果日本武馆伤害了她，我就让车骑军代和多沙子来抵命。白大人，刀架在脖子上了，我看也用不着客气了。我马上集中团丁，向日本武馆去要人。如果车骑军代不知趣的话，那就横下心来干吧。不，镇长，现在还不到逼狗跳墙的地步，不然搞急了，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。白大人，那就抽几个凶悍的团丁组成敢死队，趁
趁夜潜入日本武馆去抢人。我也想到了这个办法，那我马上去安排。不，镇长，你的好意我领了，这件事我不想让你插手，我亲自去。那你带几个人去？不，我一个人去。白大人，你自己去冒险这是不行的。白姑娘遭难，我们一起来分担。你怎么能自己一个人去冒险呢？镇长，你以为我因为妹妹的事急昏了头吗？不，我现在很清醒，只有我一个人去才能不受牵扯，干起来才顺手。可你要是出了意外？我为什么要说这个？这会不吉利的。白大人，我知道你们兄妹俩相依为命，你会为白姑娘去拼命的，这我就更不能让你去了。不管怎样，出了什么事，我都会对不起你的，对不起白姑娘。我不能让你们兄妹俩毁在这白虎镇。镇长，谢谢你的情谊。人们都说你的心冷，可我看着你，有时候你的心还软了点，不然怎么会惹出这么多的恩怨？你们不必替我担心，我怎么去还会怎么回来，除非我妹妹不在了，那你们就不必等我了，我的人就归你了。我要是回不来了，你们就听镇长的，只要他在就和我在一样。白大人，只要别忘了我这个白袍将军。白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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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镇长，你不必拦我。十几年戎马生涯，我从来就没有畏缩的时候。我去了。白大人，千万当心，月黑杀人夜，该当心的是车骑军带，不是我。告辞。白大人。哎呦，哎哎啊，爹，哎，知道她是白如雪的妹妹吗？正因为她是白如雪的妹妹，我才要救她。这次你说了真话，戏子，你现在还忘不了白如雪吗？我不能让你干这件事。太医君，如果你有一点良心的话，你就不会阻止我。戏子，你就算我不阻止你，可是你想过这件事的后果吗？哎呀！
不管什么后果，我都要救他出去。如果你不让我救他，那就去告诉车骑小姐。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去告诉车骑小姐，为什么还这么说？太乙君，你同白如雪有仇，不该找他妹妹算账。如果你是我，也会这么做的。杏子姑娘，好吧，杏子，我可以不阻止你，但我告诉你，你走不出这个武馆。快走！哎，哎呀！哎呀！
人还是真的来了，这回看他怎么办。白姑娘，你不替你哥哥担心吗？一会儿我就让你们兄妹俩见面了。不过你见到你哥哥的时候，他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。太医君，白如雪来了，这回看你向你的对手怎么出手了。四成君，这个时候你来干什么？这是什么时候啊？你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武馆抓白如雪吗？抓白如雪？就你们那几个人呢？四成君，请你离开。你们是在赶我吗？抓白如雪？你们不想让我帮助吗？白如雪武功不错，靠你们水月派的武功，怕治不住他们吧？四成君，我们的事用不着你管。多沙子，不要理他。那好啊，今天晚上我就要看看热闹。丹梅，你去救白姑娘，我把他们引开。不，文天哥，你的眼睛不好，还是你去救白姑娘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丹梅，这种事儿还是我来干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管我。你要知道，咱们是干什么来的。文天哥，你我不放心你呀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快去啊，回来。凤天哥，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。我记住了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来顾你，一定要把白姑娘救出来。
快出来！太乙君，日本人，你们跑哪儿去了？不是我要打的人。日本人，你们这些胆小鬼！Yeah.
装啥紫霞剑？对这么漂亮的美人，你的屁股有点行啊？哎，四成君，你这个坏蛋，刚才发生的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差点坏了我的事。坏蛋！你们水月派不是自己能对付吗？你也没让我提醒。作为一个武士，在与对手搏杀的时候不能走神，让人钻了你的空子，这是武士的原则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啊！自成君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！哎呀！这热闹还没完呢，我越看越有意思了，我得再等一会儿。多沙子，你理他干什么？他是一条疯狗。姐姐。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！哎哎哎！走开！董莎
大嘴。你神气什么？太乙君，不是你的。你以为现在我还有心思跟你亲热吗？啊？你这个流氓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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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昼夜不管他，心中真的已经不凋零，生死离别不想牵挂，今生认定了他，走遍天涯，把情。
真情别无凋零，生死离别难相牵挂。心疼，只要我今生认定了。